蒸笼海产楼来踢个碗了，卷菜做菜唇枪舌战，炮火隆隆，连师傅都被卷进来。哎呦，永胜哈、哦、啊，我们这刚好是上大上大。我想多一个需要专门杀泰国虾，泰国人真的好好，大姐开字，真好，对，回去上大号了你。不可以帮我们那个拿回来吗？大变号不会沉下去再起来吗？我是上大号，说真心，对。你是真的以为你来煮菜的？可以聊聊天讲讲话，你是主持，可以主持一下吗？外送评分赛，只凭厨艺创意不够看，二厨颜值也得帅，究竟谁能得青睐？他算是很忠心的员工，嗯、我开过那么多家，他都还在，一直顶一直在啊！后面的说话都妙，不妙。因为看在真诚面，在比赛的时候，他就是低调。为什么觉得我们会有这样子的？对啊，有点也是看谢家正的，是吧？人不是看谢家正的脸，是谢家正。有有有，真的命薄了不行，那种眼神，大家确定只有肚子饿而已吗？那照不错。嗯，谢谢。我有得到他的故事，然后讲。欢迎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型男太美味 ，PK 生猛海产楼。欢迎观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大家好，你们好了，萨瓦迪卡。今天我们的型男太美味要 PK 谁啊？生猛海产。生猛海产。你为什么又改？你为什么又换了换工作了？各位朋友，我吴师傅就是有钱。到底为什么要讲台语？那一间店就给他顶下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Taco 姐姐。我们今天有两位来宾呢，帅到被掉渣了，看到他们那个裤头都松掉了啊！欢迎谢家健、林辉煌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你好，你好。两位要宣传一个好戏的，对对对对，这是剧名叫什么？酷盖爸爸。什么叫酷盖爸爸呢？那其实就是说一个同志家庭，因为有了小孩之后所面对的一些家庭的问题。很特别的情节，是是是，其实就是嘎嘎乌拉拉这个平台，他们创作了一个同志音乐爱情故事的系列，有十个故事，十个导演，十首歌，还有十支 MV 所串联的 LGBT 的一个系列。哇，好特别哦，对，好特别呢，对啊。然后这次的主题曲也是由我跟嘉健一起合唱的，当然我们有一首主题曲《幸福的日常》，幸福的日常，对，幸福的日常。那我们这部戏会在4月23号，嘎嘎乌拉拉，星期五全球首播，没错，是不是？没错，线上影音平台好好锁定这出戏，一定要，也是非常时髦的现在的话题，对，也是我如何来诠释这样的主题，没错，酷盖爸爸，哦，谢谢两位，加油加油啊！好了，欢迎太美味和生猛海产楼的主厨群。嘉靖好，又开了一个新楼了，我们家就两条船啊，有两条船抓鱼，是这两条。等我们提供的生猛海产楼，邱宝龙师傅跟吴秉承师傅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里面也搭一些客家菜，嗯，搭客家菜，我们就是不卖泰国菜。哇，帅气！这两艘海产的船呐，这海鲜船呢，我们要赢的人选。两边看起来很像，事实上不一样，种类内容差蛮多的哦。来，阿敏是会猜拳吗？不会，邱勇，阿敏猜，邱勇，我猜，怕什么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哇，邱宝郎师傅，你好好选哦，有优先权，我没看清楚哦。邱宝郎师傅，我觉得呢，澎湖比较多的应该是。这个两个阶段都做海鲜哦，对，那你就很少去澎湖啦。你觉得那里还挺好？澎湖一定会有明虾的啊，对，澎湖的小卷很有名啊，对，对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澎湖很厉害的火烧虾啊，对，澎湖有帆立贝吗？帆立贝当然是进口到澎湖的啦。还有大干贝，大干贝，还有鲑鱼，还有螃蟹。决定蟹滚肉，我们选这是高，这边好像种类比较多。这一条船，好，哎呦，聪明哦。这条叫做啊永胜号，
永远这样都取得出来。永胜号啊，我们这刚好是上大，上大，我上大，上大。上大误会了。忙进行超快速合作赛，要进行什么内容呢？来，詹姆斯，金沙料理和塔香料理。薛家健，你刚好住南洋的，你到我们泰国这边来。卡，喜不喜欢泰国？泰国喜欢嘞。真的假的？喜欢怪怪的。你超快速合作赛，九位。这样进来之后，盐巴、盐巴、糖、胡椒粉，然后米酒呛个锅子，要大火，然后就开始刷，就不断去刷，就是让虾子浮上去。你这奶水不要用，奶水不要，蛋也不要吧？蛋也不需要。好，卡士达粉也不要吧？对，当然还加蛤蜊，塔香蛤蜊真的。哦，这边是这样做，所以这个这个要干扰。要不要放三种？这个变化吗？我们还有下阶段，还有下阶段。下阶段还要这个。超快速合作赛，两边都已经特训好了。今天要做的料理呢是很家常的菜，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菜名到底是什么呢？请吴师傅这边报一下菜名：塔香爆小卷。哦，然后再就是金沙双虾，一个就是我们的火烧虾、明虾，一个是要专门杀泰国虾。泰国人的泰国。话中有话，泰国虾真的好好笑，他们真好笑了，吓死人了！你回去上大号了你。那上大号这边要用什么食材来做呢？金沙软壳龙虾，哇，不用软壳的龙虾，配上塔香双鲜，也是。哎，哪双鲜？双鲜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中卷，蛤蜊，好，期待啊！两边火药味很重，十分钟的时间，等一下就看哪边好吃。十分钟中间可以求救30秒而已一次，然后两位师傅一起救，计时开始。哎，你说一下，刚刚这么多食材，为什么只选中这几个来做啊？就想说第二阶段还要用。哦，我们保留了像干贝啊，对啊，然后我们拿做完又都又要外送啊，有的要外送。那你怎么知道第二阶段要烤什么？也是海鲜的东西，今天都是海鲜。好吧，第二阶段不需要那么高级。对，真的搞不好哦，搞不好哦，有这种菜水说不要高级海鲜的料，锅怎么加热？哦，说不定，怎么可能担得起的嘛？现在很多，那锅有热吗？你还会那个海鲜那个油味啊？对，倒是对不对？稍微切小一点。而且等一下是要外送到最挑嘴的新闻部去，要到新闻部对不对？要到新闻部，那就靠陈哥，那个是陈哥的粉丝。对啊，这个不公平吧？不公平哎，都上大号耶！我们等一下讨论一下，那他不要去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哦，来就不能露脸的。对，陈哥你背着去就好了。他每次送去票都是他的。哦，于师傅啊，我很好奇。你都倒店倒2次，怎么还有钱顶店？我卖了2条船啊，2条船都卖掉了，都倒2次还有钱可以顶店。我这次再倒，我就卖无人岛了。对，以前还有岛可以卖啊，原来是岛主来的。澎湖70几颗岛，有一半都是政府。哦，就不是你的，收的。讲快一点吧，快一点，都是政府。不妙啊！那这个海鲜船的海鲜掉了，这个胸罩哇，太好吃了！对你们的赞美，你们的海鲜太……吴师傅可以帮我们那个拿回来吗？掉，捞不到！两个大变号不会沉下去再起来吗？再拉一下，你是这么大？说这么大，没有了。谁说我大变号？这个是好的，他们东西都大，刚大号，哇，好肥美啊！啊，其实今天做海鲜哦，遇到泰式我也蛮担心的。为什么？泰国料理海鲜都很强。对，那个不好意思，你叫海产楼，海产楼，你还会担心？台湾海产楼不会说海产店呢，台湾的形态就是这样子。你们不觉得像一些港式料理现在越夯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泰式料理越开越，你看阿明斯都开几家了，对，对不对？满地开花，泰国菜不会油腻，不会油腻。你看陈哥，这不是油腻，这是肥啊！阿明斯没有当到，冷静一点哦，太专业了，我这边专业。
快去，赶快去！哇，这看起来好吃哦！这样，啊，今天这个小卷饼，对啊，很香哎，对啊，直接吃就好吃了。但吴师傅，我觉得很好奇的是，你刚刚有先选择权，那你为什么不选择澎湃的，要选择看起来好像比较料没那么大的？其实料没那么大，我比较好作业啦。澎湃的我要切，要做有的没有的。对对，好入味啊。啊，也不好入味，因为短时间不好入味。可是有好有坏啊，因为你到时候吃到的时候，哎，这边是龙虾。对啊。啊，这边是炒虾。怎么办？一般人的心态会想说，哎，那龙虾会比较好。对，就是有好有坏，真的还是要找懂的人吃。哎，你这样子，新闻部是有在看啊？没有没有，就是懂你的味道的啦，懂你的味道的。你现在就讲说讲话比较认真。你完蛋了，得罪记者。这个卓轩啊，可以的话，废掉可以带点笑容。好，卖。你要跟我聊什么吗？换换，你也是换过不少工作了哦。斜杠青年，也不要这样。他算是很忠心的员工，我开过那么多家，他都还在，一直顶，一直在。很多时候在选员工要看星座，但我觉得你要算命牌，因为他只会克老板。哦，我这家在倒了，你应该不是我的原因吧？不是，我在你那边位移啊。也是倒了。哪有？基本上我们不需要倒了，因为我们全部都倒了。不行啦，这次海彩楼一定要赢。你们一定要赢，真的。因为你要让我存点钱，我没时间进店。辉煌很认真的，你之前有处理过虾吗？没有，我顶多就是煮那种炒饭，比较简单。炒饭那不简单啊！就有时候我自己煮的太黏，就很恶心。就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吃稀饭还是在吃炒饭。炒饭对，稀饭。嗨嗨，有动作啊！来来来，有，我觉得不错哎。他从第一个阶段，我们开店他是酒醋嘛，对然后再来就是柜台经理嘛，对，现在都被当主厨了。现在进到内场了，所以说屋檐下站久就是你的啦。假酒还是真的了？之后会不会把主厨干掉？下次救援的时候就你来救。很励志。师傅这样轮流都输了，我已经帮他们两个的店都想好。哎，就叫双拥姐妹花开，必然堪用。双拥，必然堪用。又宰吗？做菜，那就找不过来了。大家让让，大家去直接盖起来。对，大家去直接盖起来哦。别怕，直接慢慢倒。好，我看一下对面好了。这个是干烙的，是不是？是干烙的哦。好香哦。真香，真香。我想吃一个哦。对，那你们的锅子是不是要换掉？可以继续用，不要不要。继续用，继续用吗？继续用，对，那锅子很好。有锅气，哎，有一个员工代言锅就是很方便，可以一直换锅子。小姐都是新的，谁？而且我必须说，这锅子我好想要，好漂亮哦。色的，对啊，好好看哦，好时尚哦。光营这几家店，看捞多少钱？对啊，很多制服都换新，你看制服锅子也换新的啊。整个也是太美味，泰国买地，太美味一直应该最近有在接一些外场活动啊，或是代言之类的吧。嘉正，你跟泰式料理熟吗？我很会吃，很爱吃，很会吃。哦，米酒。哎呦，哇哇，香哦！真心啊，对，你是真的以为你来煮菜的？我真的以为聊聊天讲讲话，你是主持人，可以主持一下吗？是真以为你来煮菜？我觉得每次到这个单元，他都超很认真的。你们那么多人在聊天，我还混在里面聊干什么？哎，啊，这不一样。你们刚才那边聊天多吵啊，你们。你要讲很吵吗？你不想我们这么多人都是被你打败过的？真的？还是被他？他。那你们现在有没有要求救啊？现在啦，应该还不要啦，应该还好啦。是那个咸味，然后用酱油膏调咸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带了点糖。OK， 好。你真的太认真，要不要加个盖？对。你没有去当中破担任过。哇，只要3分钟时间哦。哇哦，放烟雾。成功，没有盖子哦。去拿盖子啊！那边躲躲。你的员工自己跑到旁边去。哇，这边的气氛好紧张哦，很凝重。紧张，这边不紧张吗？那边？你们这边比较紧张。这个是拌的南瓜吗？我们大拌的南瓜泥吗？对，拌的南瓜泥。OK。然后有了卡斯达粉跟中筋面粉。哇。然后加了大概半颗蛋，这样。哇，的颜色好漂亮，真的。枫叶，枫叶的好吗？不错不错。炸的真的厉害，吴师傅怎么办？赢了。不要一直夸成哥了，他都不主持，就一直做菜。他越做越认真了，就是让大家开心。真的有不能输的压力。开路，走啊！其实这下酒菜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很香哎，香。哦，
好，要不要救一下？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。还有一道菜哦。哦，新娘哎。哇。老板都不敢说。老板笑笑的。老板要不要救一下啦？老板。对，要救。可以拿一下，可以喊一下。然后面的盘子，后面有个大盘。三十秒，对不对？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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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找盘子，要加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召唤我们师傅三十秒。自己进，就是我。三秒计时开始。下下下下下下。这个等一下先放着。碎碎碎碎碎。加油！下次就用到边哦。好。葱花仁。有，直接把它打开，直接把它打开。打香的要糖吗？糖在这。五行中有，这边有一定要赢的压力，五香有八。我觉得反正输久了，他也慢慢习惯。加油！可以再高一点。时间到了，三、二、一，零，时间到。哇，要不要丢？要不要丢？要不要丢？你就倒进去就好。盐巴。不，那个白胡椒就好了。时间到的意思就是到了，连椒都不能加。好，白胡椒。我想要自己倒进去，怎么就倒进去了？我们要加蒜，那个火很大，那边要注意哦。哦。时间剩下最后的三十秒，对面应该要召唤哦，要不要求救了？不然没有求救。拿牌子，牌子的位置，把牌子拿出来。哇，你要回锅炸一次哦。同力全下。哦。牌子，小心！这为什么知道师傅自己拿牌子呢？好，因为今天都在忙啊。好，来，来，我这边已经锅子可以了。大家喊出来，一起说。对，我们接下来把油倒进去。师傅，三十一秒，30秒的时间，30秒计时开始。那个锅子够不忙啊？30秒，我油怎么都还没准备好。阿明师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他说他说要做什么？油都还没准备好。快水给我！哇，好多油啊！好美哦！哇，那个泰国这么多油呀！陈哥，那个什么，咸蛋，白咸蛋，时间到没有端出来就输了。还有，哎，开始计时倒扣。白咸蛋，哇，白咸蛋，现在这也太侥幸了吧！丢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我们上菜了，我们上菜了，加油！阿明师，啊。那个好了，两边火药味都很重，但是到底哪里好吃呢？我们上桌品尝。哪里好吃？哪里好吃？金沙料理和塔香料理。金沙如果先吃我们的，塔香就先吃你们的，一人各吃一道。好，先吃我们的金沙软壳龙虾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第一次吃金沙的软壳龙虾，也蛮特别的。嗯。我好期待啊！怎么？来，先吃你们的。我们再整理一下，我们够。够。我们有泰国虾跟明虾两种。你就带壳直接咬，就抿，用抿的方式。来。好的。调味刚好。先吃你们的塔香爆小卷子。嗯。对。好吃啊。不会太咸。师傅就好。来，来吃吃看我们的塔香双鲜。很甜，嗯，比较新鲜，好吃，紧张，好，金沙料理、塔椒料理有没有输赢？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耶！哇！詹姆斯怎么说？软壳龙虾来说的话，本身是海的虾子，它里面是咸度是够的，所以在吃它加上外面的这个金沙，在嘴巴里是舒服。那但是可惜就没有完全熟透，我是真的必须讲哦。那这盘原则上这个其实是吴师傅的策略，他挑食材的策略正确，因为你任何的塔香你必须要有，你任何的塔香的锅气呢，你一定不能有过多的水分。那你一旦有过多的水分的时候，把你的炒的那个锅气会压下去，
来冲蛋，它是一个很棒很鲜的一道菜，但它的塔香味道是绝对没有这边的人爽，没有全哦，所以不好评判，非常可惜，2-0暂时领先，恭喜对方。接下来我们要外送了，外送评分赛，詹姆斯请揭晓。海鲜豆腐包，加油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逆转输恩胜。逆转输，逆转，好，适合你们。我们就把外送到什么地方？到我们三立，全三立人口最多而且最精湛的新闻部，来，请就位。蛤蜊要用，蚵仔要用，蚵仔要用，鲍鱼要用，鲍鱼要用，鲍鱼就帮我稍微上面画个刀。画刀就好，画刀就好，然后再煨的过程再丢进去就好，交叉往上洗，往上洗，好，那就叫煨汤。对对，那边带，就是要起锅前豆腐进去，鲍鱼最后进去，我要让它嫩。对，龙虾，还有干贝是一定要，干贝是一定要，虾真多哎，螃蟹，虾还有，海鲜豆腐，虾是一定要用，大虾啊，大虾到时候你还是要切，你不可能全部用啊。对对对，大家来全部去核切一遍。第二阶段海鲜豆腐堡，在这个阶段呢，我感受到太美味这边有更强大的压迫感在。危险！那个谁不要再抖了，两位，你们冷。我是生气，你是冷，不一样。我是台国来的，这里是冬天。刚刚特训完了，十分钟的时间，等一下做完就要到新闻部去。好，中间可以求救一次哦，但是要怎么救呢？不知道，要抽一二三四。好，十分钟计时开始。你们刚刚输两票，会不会有压力啊？一定有啊，这里的氛围都改变了。更不讲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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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骂都不骂了。所以刚没输赢就已经不讲话了，现在输两票了，应该有点厌世吧？因为其实太美味，很少发生这种事。修刀是。所以刚才真的太美味。因为真的没有做过软壳龙虾了，然后刚才会特别专心的，也跟上次输给陈水有点关系。太专心是，水哥看到了吗？哇，水那一次真的是如履平地啊，很少啊，四档直上阳明山啊，行动得很好啊。这是在开什么车？这是光阳汽车，野狼汽车又。所以你们这次打算用什么海鲜呢？我们这次用三种海鲜，用最保佑台湾客家人的三山国王的三种感受。哇！看到大干贝拿出来了。对，还有那个新鲜的牡蛎，不得了。你现在已经需要求救到神明。我们泰国很迷信，你是没有拜过泰国的神吗？你？那你不拜四面佛，你拜三山国？你拜三山佛？他搞点四面佛在说过对面，上次爆炸炸掉以后，我就没有再去了。就回家乡拜。嘉健，你在处理什么啊？我是在处理虾头。虾膏拉出来，对，哇，这个给你处理真的也是不容易耶。你不要挖到胃袋，会很腥哦。对，其实处理不好，风险蛮高。那你可以跟他讲胃袋在哪里？胃袋在哪里啊？在胃，教一下吧。好，听清楚了，来，我们到对面看一下。没关系。你们用什么样的海鲜？我们用多了。要不那个整条船修黑是？差不多，因为长盛号差不多，今天用完之后，明天要出海，要出海，出海。看到台上就有三种贝类，有扇贝，有剑虾，有鲍鱼，有蛤蜊，然后有鲍鱼活的。啊，辉煌，现在鲍鱼在开花的意思吗？对啊，他说稍微画一下刀，因为我们要抓它后面的那个手腿部，对，为了新鲜的。哎，这锅子弄不错。小姐，不要乱动我的桌子。主厨很凶哦，不说话。做菜不能摸我的桌子。就觉得这个深度，这个你好像很迷信，好像不能为了看看背感觉的。锅子很美，是新的。他这个叫木木看美，这个酱好像是新的哦。你不用在那边，还帮他摇。我是说这个锅子你少来。刚刚你们已经赢两票了，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哎，不要这样子啊！你可以看播出，我们常被逆转。所以每次都是陈哥一出门，我们要一番哦。要一番，你把它，我上去新闻部都是陈哥的人，陈哥的，然后铺上去，是吧？很明。哎！直接把我们搬到府。我刚刚家里面不
希望看到豆腐破破烂烂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完美主义啊！所以你希望大家吃到味蛋里面的残米哦。来，你跟我进来一下。太过分啦！那挑味蛋真的要注意到什么样的细节？还在挑味蛋？还在挑吗？我跟你讲，那个眼睛把它剪掉，味蛋把它勾出来，那味蛋都拿掉。啊，眼睛的下方还没有一个味蛋哦。如果他们捣烂了呢？捣烂就没有办法。捣烂没办法。如果先拉蟹膏的话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而且煎蛮漂亮的。所以刚轩他就说，哎，我要用煎的，他不用炸的。对，我在家里都用煎的。所以现在你们主厨也就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已经独立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独立。这个是虾油吗？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这几次有没有是慢慢训练出来的啦。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辉煌表现也蛮不错的，很稳，很稳，很稳。辉煌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副手。对啊，所以昨天都不太教他哦。对，他换位，对不对？很安心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有在顾他，他有在有吗？有。就是他先负责把他的东西负责，我的东西用。我先把我这些比较麻烦琐碎的事情做完。就是刚刚我们特训的，其实辉煌他都有记起来。这给你翻哦。他就一直给他，一直给他，一直给，都可以给他。时间剩下六分钟，哇，真的好漂亮。应该没有人要求救吧？还早，对不对？还早。好，看对面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味袋哦，走开了，太晚了。来来提味袋，再来，那里面肠泥没有挑掉。对啊，都还黑黑的呢。我要肠泥，肠泥没有挑掉。那个肠泥它是很粗的哦，你没有挑掉，挑掉出来会有沙哦，搞不好小石子。那个沙子吃起来就很明显。去拿你去拿那个用洗的把它洗一洗，像在现在板上面都是沙。对对然后炒虾壳要注意一下，不会非常干净呢。虾壳好像有一点焦焦。你摸一下切菜板上面有没有沙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不是，像这样低级的方式可以吗？你可以接受吗？哎，阿明师，阿明师，阿明师，跟他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。稍微大喽。哇，你们大家都这样子帮他，你看看。那么好，他们这样都有在帮我嘞。哎，我已经来这边很积极哎。对，有啦，互相。对啊，我们也不会大小眼。哇，这个鹅阿汤，两边策略很一致哦，都会先熬一个虾壳。哇，这招不错嘞，生蚝去熬虾壳啊。好了，赢了啊！这样好不好？有没有再积极一点？他刚刚笑了。陈哥说他们先把这个所谓的海鲜豆腐该做的做完，最后再请阿明师跟这个哇，好尖的耳朵，最后再把泰式味道放进去。哦，阿明师，你是口袋有带香料来是不是？哎，只有我们这个没有口袋，这个没有口袋，对，不要没有熟啊，这很重要哦，这次一定很熟，也不要过熟，连这都熟了，要记住哦，要熟，你去新闻部哦，不然晚上没有人报新闻哦。本台主播某某某，就海鲜中毒，吃的邢台到郑文成的料理，不客上班。压力很大，哇！你们好贱啊！很像拉肚子，不是因为你们造成的。豆腐只有切，都还没处理耶。豆腐才刚切。你要不要对口啊？你要不要对口？会太厚。我觉得对口。我赞成，这样可以吧？我有帮到你了吧？算有点良心。其实我觉得食材大，真的要把它处理的好，真的，我觉得不是一开始的选择，所以那个有很精细，死无饼城把大都给我们了，没错没错，哎呀，喜欢大的，给他们也可以卖，很谢谢阿明师哈，我们有在注意你，一直有在教哦，他眼睛好，太明显，我怕他切到手了，没有，你只是在跟他大小怎么样切，要横切什么，我有在听，不要误会阿明师，阿明师很耿直的一个人，给什么？耿直了，要不要求救？现在好多豆腐在求救好了，豆腐真的不处理，来不及呢。豆腐是要用炸的，对不对？豆腐也是重点哦。油温会不会？对，油温再高一点，对，顺炸是蜜炒。不要一直以为可以抽到权力抢救哦。我们一定会抽到权力抢救。我们不一定有。没错。你那个虾不腌吗？如果你要用咖喱，要不要虾用咖喱稍微腌一下？还是要救一下？还是求救？真吃不出来。这个提醒很棒哎。亦或是要求救呢？不要了，不能被影响。要不要求救？不能，我们要求救了。好，看对面。没办法做，没办法做。哇！这一边比拉汤的汤色也漂亮，漂亮。我看太美味，这次是凶多吉少啦！哇，好香，我闻到了起鸡皮疙瘩啦！米酒，这个要求救了吗？是，哎，香气也不错啊。你要那豆腐嘞？
哎呀，这个菜放进去太早啦。没有，我们先归味道，待会要夹起来。所以豆腐不要入味喽。待会豆腐也要入味。对啊，你问的讲的时机很棒啊。嗯，这个 timing 很好。我只有喜欢你这种朋友在旁边帮这种忙啦。你讲的太直接啦，跟串供一样。没有串供的欧北供。一二三四，请问几号？你想要选一二三四？欢迎黄华选。前进。怎么选？没关系，你讲，你讲，你选，帮你预选好了。你选哪？你选哪一号？随便。巴黎呀。三号的，念出来了。三，两位顾问，小高手啊，左手勾右手，全力抢。两位顾问，两位顾问都来。各出一只手。师傅，你要跟多少？哎呀，是不是呀？小的。好的。好，来下，蛤蜊下，蛤蜊下，然后蛤蜊开了之后，对，还没，这个还没，蛤蜊开了之后，你再帮我调一点点那个素蚝油，啊，米酒帮我下来，胡椒粉帮我下来，好。那我师傅，你这边要做？我等锅子热，因为我们的海鲜料料端满了，对对对，再烙一下，然后这个啊，帮我用米酒洗一下。这个米酒，有那碗，五三碗，你多少还是要动一动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一直勾着手，我们学你喜欢宝啦，知道吗？不要勾，都不做，一直勾着。来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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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喽。然后把那个，时间过好快哦。鲍鱼下喽，鲍鱼，快到了啊。我们海鲜很新鲜啊，翻过来，对对对，讲得非常好啊，最后再放进去。糖，那是糖吗？把它放过来，让糖，蔗糖，蔗糖，蔗糖。十秒。不过咸咸咸，盐吧，盐吧，盐吧。四，啊，不要下太多啊，蛤蜊还没开呀，先。没，它没有咸了。哦啊 ，OK， 等一下，喂一下哈。好嘞。旧的蛮好的。就在一个椅子上面，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，我们换对面救一下好了。好，走了走了，一分钟了，要不要救？用摇的就好。哇，这个豆腐好美，好棒。没救，没时间了。要不要救？只剩下救了。来啊，来，一二四，一二四，哪一个？四，四。哇，抽中了！一抢就六十秒，真的让你们真的给他们抽中，准备好了，开心开心！我的汤是最好的汤，我好了没？那三秒，等，我们瞧一下没？六十秒，等，计时，等，六十秒，快，计时开始，要做完了，没时间，加油，要过油。鹅啊，不用那么多。啊，红萝卜刚没过油，稍微来三分之一。绿花也在。时间过很快，快剪掉。重打架，重打架。玉米笋没过油，可能会来。火最大。玉米笋最大，肯定来不及。最大。他的红萝卜还吃水花。哇！加油，阿米士加油。咖喱放进去了。红葱头放进去了。砂糖。三个什么神秘的酱汁？番茄酱放进去了，是拉茶，是拉茶。我们有加一点有泰式的鱼露，哇，好嘞，茫茫，太美味了，看做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哦。倒数十秒了，加油！椰浆，哇，四，豆腐先进来，汤要不要？汤要不要？汤要放多少？不要太多，好了，时间到了，少了。陈哥，你觉得救的怎么样？这很关键呢，结构这个味道很重要，这当然是关键。这抽到全力抢就非常重要，它调出泰式的味道来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幸好是抽到全力抢，真的，这来不及了。出来唱儿歌我们就完了。而且邱勇也把海鲜过好，他一定是刚好熟。熟，我觉得邱勇在你们这个单位好轻松哦。嗯。手勾手，试下味道来。注意喽，外送好，两边准备好了。对，要收尾啦，我们要准备外送到新闻部去喽。外送喽。你觉得谁比较会？Let's go。
我觉得刚刚阿明是调味的那一下很重要，关键就在那。你小心哦，我 OK 了，实在在你手上，你不要摔倒。成败在我手上。可是如果他不小心，很棒啊！这味道真的，那个汤头超厉害。非常的，这是干贝跟虾壳。来，那个这些，我们是走前面，怕冷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真鲜在这边？高格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做海鲜豆腐煲。因为我是属于家常菜，你们这边就是女士高丽菜，然后简单的炒菜类，炒菜类的东西。这个也是很香，对。这个最主要是看他们喜不喜欢鱼露，对，你是鱼味真的。所以你们加了鱼露啊？就是把它用成泰式的，我们是泰式味道，还有椰奶。这个我们想试试看 ，Let's go。OK。新闻部，他们已经饿了。Hello， 我又来了，又来送东西给你们吃了。太好了，福利来了。你家好这边。有五位，征求五位。我跟谢家健，你知道我们带来是泰式的内容，没错。然后这个卓文先生的林泰王带来泰式，然后答应我不要因为看在征求者的面。在比赛的时候，他就是小弟，不要管他。为什么觉得我们会有这样子的？对，那原来也是看谢家健的脸，也不是看谢家健的脸。你给我出来一下。哈哈哈哈哈。直接分，先吃。你会后面一点来，让对，来，他比较原味一点，他是泰式，所以可能先吃他的，先吃他的。然后记得帮他们盛的时候面带微笑，好不好？绝对会。詹姆斯，尽量不要叫你李桃姐姐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教他，你都会啊。有人跳，有，我感受到电波了，不行，你这样眼神，大家确定只有肚子饿而已。你要知道怎么做。交给你。现在真压力好大。好吃吗？这边一致好评哎。一致好评的。不是因为他的眼神哦，对，真的还蛮好，真的好吃。而且这是我最喜欢的节目。超级喜欢喜蛋糕，先洗澡吗？那每个礼拜三12:30以后，你就可以下来进行。一直吃到晚上12:00，而且不准走。就食材而言，觉得这里的那个酒孔很厉害啊。哦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好，来下一个，到我们了，来，我们配合一下啊，让陈哥到这边来。又一个碗，整个汤头的经过我的秘制，我觉得相当不错。来，再请谢家健回归。小林好，我还有干贝。什么都有。看看我的碗，谢谢。我没有真的那么饿啦，但是是我们你刚刚已经讲了，拜地基主，来不及了。谁用那么大一碗啊？可以，我也有我的形象要顾，谢谢。很不一样，完蛋了，有人脸变了，我刚觉得好吃哎，他吓得有惊吓的样子。哇，这一次不好比哦。行，谢谢。我有得到他的注视，然后加分。我会吃吃看你们的吗？可以吃。因为太好奇这个味道，因为它我们大家有先用咖喱粉抓腌过，怎么啦？我亲手抓的，好，基本上味道没有吃。好了，那个瓜姐，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我节目好，我少要，我对新闻部的朋友相对，好，蒸笼排产楼，哦，就是你们各都有票，我现在来把这个票给你们。哇，海鲜豆腐好不一样。说实话，是啊，商标的好。好，那麻烦你们投入谁身上？真的多好吃，还来不及讲，我觉得好，就选这个了，好吃。它味道非常的够，但毫无损它的海鲜的美味。我两个都比里面拿最简单的食材，看看哪一个食材比较入味。其实我很想要这样啪把这个剩分两半，然后再贴上去，但不能只有一票，所以就这样。好，我们不能看，我们不能看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看。好紧张哦！不要掉哦！不会。如果我们得四票，他们得一票，总票一定是比赛。
如果我们股票全得5-2，那就夸张了，那是全逆转，应该会吧？刚刚股票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这边投了2票，对，就赢了，对不对？不好说，2票有差异，哦，但如果这边5票，然后那边2票，我觉得难看。我觉得大概我没有看，我觉得大概是泰式那边4，然后台式这边3。现在呢，我们两边全部回到棚里面来等最后的结果。好想看观众。今天换了5位呢美丽的主播呢，他们每一个人还很会吃。你看来了吧，很快就有结果。我们自己都没有看，我们给他们我们就走。我没有看，我没有看。投完我们才拿，我们都没有看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谁。我们也没有看，紧张。我现在很好奇。我要翻了。谢谢哥。嗯。请翻牌。我投给了台式的原因是因为呢，因为我吃了里面每一个海鲜，我觉得虽然泰式的味道很够，但是我觉得台式的那个海鲜其实是比较入味，而且它的虾非常的嫩。泰式真的是会有那种你一吃你就觉得啊，就是有一种会融化舌尖的那种感觉，每一个东西的味道都融合得很好。那台式的豆腐它是没有什么太大处理，它感觉起来吃起来也很好吃，但是泰式的豆腐吃起来它里面的味道其实就很足够了。所以以海鲜来说两个是不相上下，但是以豆腐的味道来说呢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泰式的味道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艳。所以后来我的票是投给泰式。我就很务实的讲一个事情，就是 CP 值，那个 CP 值的口感的 CP 值，还是我觉得很好吃。可是呢，它大概就是卖99.199的价格。可是呢，另外一边泰式的啊，我觉得它卖899我都会买，是这样。最后我会投给泰式，主要是因为我吃到那个明虾肉非常的 Q 弹，因为上面有裹一层层薄薄的一个蟹膏，然后它有点点咖喱味，然后那个香料的味道也非常的浓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味道虽然浓，但是完全没有遮盖住原本海鲜的鲜甜，所以我投给泰式。银行来吹角了，气啊！谢谢嘉靖，哎。今天你造就了历史性的一刻，真的真的，我拆他一个楼，拆这个楼现在变一楼了，爽爽的，快倒了。那你跟辉煌站在一块，要把这个戏再介绍一下。好好 OK 好，酷盖爸爸4月23号在嘎嘎乌拉拉播出，对，那到时候大家记得收看我们的爱的故事，对，谢谢。4月23号，酷盖爸爸，好，加油。大家要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祝所有喜欢吃泰式料理的朋友天都幸福，拜拜，拜拜，厉害厉害，谢谢谢谢。五星级春季食材大赏，迎新气象，吃好料。绿咖喱的来源就是用这个菠菜哦，所以你不是用菠菜，还有香菜啊，哦，是这样撒上去的。那个水分如果没有加好，会越弄越大碗呢哦。对，现在我今天都是用整只下去打。哇哦！哦，包起来很大颗，把它包在干贝上面这样子哦。黄绿白相间的这个颜色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那春天的感觉，春天很有食欲。颜值组有门面没赢面，屡战屡败超丢脸。所以你知道答案？我知道答案，可惜。派错人猜拳了。2、3、B， 你觉得还会有东西可以？那就是共业。我们只有不同的答案才要猜拳，没错，好不好？就 B 吧。这个是一个干燥的。你们好一致哦，再挑一次看看呢。你们的颜值足塞，刚刚破汤了。你怎么吃的好脏哦？你会不会跟他学一下？你看门厅有没有干燥？帅又暖，到底会不会啊你？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